大家准备要出去玩啊？怎么有一个人准备要收假回部队？他妈讲第五次，你要讲几次？现在录影嘛，刚刚没有录啊。在台北啊？在北车的啊。他哪里？他十号。对啊，那、你在抢劫哦？干嘛啊？镜头恐慌症是不是啊？再等一下嘛，看一下你中间都过敏啊，看一下你中间有阴影没？阴影吗？啊？没有，我哪知道我不可以。那个阿伯都在吃，应该没问题。那边都有记者，这不是台北捷运。现在疫情已经过了，全部都可以吃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疫情过了，捷运站也可以吃东西啊。你再继续讲这种干话是很难的。你这牛皮啊！开开玩笑，干嘛当真？哎呀，拍影片谁不做做效果嘛？对嘛，哪有关系啦？那你刚帮按一下赞，按它小啦，我花的按一下，哎、欸，算爱心了、啊，按爱心。你有病是不是啊？按一下说死不死啊？那讨战帮了是不是啊？我讨战帮，可以吧？按爱心可以吧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神经病啊！被我们真的是，哈哈，讲过做前面没有听过，还好吧？OK 吧，你快不行了。我还好。他的。就是啊，我在防守没感觉。他国外头没感觉。我也没感觉。因为今天义勇以德，已经传你不行了。另一边吗？另外一边在那个后面后半段。哎，现在状况还好吗？很好啊。哎，我们在联络了。在联络，在联络了。打电话啊，打电话啊。我让你看汽车电车来过，要紧啊，赶紧过。阮有车，阮有车。阮在地啊。哎啦。阮到家呢。门甲做，看。通通剪进去！妈，你完蛋了！我跟你讲，开玩笑的啦，拍影片谁不做做效果？对嘛？做效果，每次都讲这一句都是这样，靠背！我跟你讲，句话这么好用，
鬼，劈腿做做效果。哎，堂哥，堂哥，你爸好像。我大伯长得跟我爸很像，然后他跟我大伯长得更像。班长在我，不要，我不要这个你组了，你换个人跟你组。哎，谁要跟我一组？除了他以外。看你俩，臭王八蛋！我操！哇！那我跟小王一组，哇！干你！不然你自己骑一台哦。不然你自己骑一台啊。老板，确定你还不能骑？那你坐跟坐后面什么不一样？蹬到会有点酸啊。你是害怕骑车，不能骑车。好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随便中。那锅盖有在他喽。三个人可以，我们三个人骑嘛。四个，好啦。猜拳啊，输了再来用你啊。扎小，哎、欸、我上次载过，你们三个猜。好像载我很多一样，你们、啊。我说我上次载过，现在换你们猜。上两次我都在。上两次我们也都在啊。我载他。我在一起。猜拳输了载这个衰鬼。他妈的，为什么我要猜拳啊？你不用猜拳啊，是他们三个猜。我要猜拳啊。是他们三个不关我的事。啊。哎、欸，不过怎么没有事啊？哎、欸，我上两次都我载他、欸，哎。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不行啊，不是啊，就是因为要你载他，这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被载的，你还是小贝载？这是新的旅程，新的开始，熟悉的司机最对位。对啊，来，还有小贝载，来，剪刀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干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跟你，碎啦，碎啦！对，没有办法，对你这个废物，你以为轮不到你呀、啊？哇，他厄运要带到你身上。哇塞，哇，你逃不掉。我靠！干他这种事就痛啊！你看脚那么开，他放你妈屁呀、啊！我在装啊，我在录音。对啊，装哎、欸。抓到了。Pues quien todos caen a mi lado. El freno lo arranqué. Me siento feliz porque yo no dudo. ¡Ah! ¿Tienes vide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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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Tienes video?Festejar, celebramos el bienestar. Tantas estrellas brillan y Marte me espera mientras. 我想说，突然说什么东西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感觉痛死！你刚才打他大叫，不是他冲他笑，超痛哎，超痛啊！这个晚上打控制力道哎。哇，棒哦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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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De mí se hace acabo. Trata de festejar. Thank you.
点，因为我听到的东西跟我实际打的东西不一样，就是稍微慢一点。就是断嘛，没有，你就收一点力，没有，就是你到屁股的时候，你再硬过去，你就整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就到屁股，打到屁股就停掉，打到屁股就打到屁股停。啊，这些人爱心球打不够，打不求人，但靠药。来，我先帮你们插两个啦。你要拿测，他在测试的，就找个洞插进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！对，我就说你要测试，打哪里？打屁股啊，很好惨啊，对。对，等一下我们用这样子打，帮我们大家测试一下这个会痛，好吧？哦，不会痛，白痴，我觉得完全不会。靠，他裤子是牛仔，那裤子牛仔裤哎，还是因为你屁股的关系啊？还是因为你裤子？他屁股超，他屁股偏厚啊，不能打到的。不要，所以要打刚那种力道就好了，是吗？点到为止。没有，就要把那个裤管直接打小腿。打小腿，你确定哎？我刚刚打大火了，不看你要不要再问手里吧？还好，还好，好就这样就好了。是因为他红掉了呢。不然那个你这样拍也会红。快就把那个凉了。我跟他手打我腰间。有差吗？还好，还好，效果还不错。不会，还好。那最多我现在目前有手里，不会，不错，真的不会很痛啊。我帮你打。阿爸想玩，你再下来跟我玩一局。我算你的，我的。哇！我太厉害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下地不会痛？不要，你不要太用力啊！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我是打刚刚不好讲那个力道。哦，就你刚打我那个力道就行。然后屁股这种，这种会压着啊。你刚打到上面，我打到打我腰。腰椎。会痛的话，你是怎么打的？会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两个不爱走路的太痛了，靠腰，他跟打手一样痛。他会有那个，他会打手一个，他会留一个麻麻辣辣的感觉。你刚团这里面团所有屁股一下，我就觉得痛啊，会痛啊，手拿着刀甩人啊，你傻逼，我觉得更痛。我以为可能要唱些什么日本歌、英文歌，比较没这么多，中文就是超级。然后我整理一下，准备去吃烧烤。那你要再宣传一次这间叫什么名字吗？饶家庄。你写港。莫兰迪。莫兰迪，爸爸，莫兰迪。房门先把门都关起来。哎，房门要关起来啊！哎，门关一下哎。那你们那个装备这么贵？哦，还好了。你还好啊，你当然还好。有装备是你们，我没有什么装备。大家可以先带我们去领钱吗？别让我带，我现在去就好了。啊？不好玩。我跟小毛说了、啊。哦，好好。你们三天两夜我全招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那他还想跟我们收钱呢。哦。哇，小毛很会做生意呢。还想跟我们收吃饭钱。啊？没事啦，没事啦，走啊走。等你打下来就黑人鬼一样。等下我退货会直接消失。Ninja。好专业啊、哦！这鸡肉好吃。绿豆片那个肉都超硬。对。吃了。管你听不听，他就一直怕被打，那就光吃了。
他走掉了。他真的超级小一只的。整车现在真的很痛。咬两下，我刚给你斜的，我滑你起来，你斜靠你了，我都没弄好，你就上车冲他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的忘记。等下要骑那么陡坡，我再车上去吗？这样飞机冲啊！看他 DRG 上去，在车上不上去啊？靠呗！干，刚也塞，哇！掉！这个牛吧？哥，刚刚我们有路过啊。哎，饮料先拿边边啊！完蛋，等下他们玩一玩。等下阿德有兴致就玩喽。大家都会有兴致哦。我这手还没负责，然后。哇！折断了。我看你可以回台湾。回台湾喽！我看你们别，我看你们还是别玩了吧。好好躺在这上面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干练，我这么猛哦！好，你可以回台湾了。回台湾了。啊，谢谢啊！准啊！他手还没好，他手还好。我真的是趁你病要你命。啊，比啊！比什么？我练啊！要不要比中间那个？他中间这一条都右手。他打，他其实是断在上肩。他这边这一块是断。对啊。真的被当面，而且你看二就是喊，他二就在就是附件，干，没关系，那个健身教练没办法当，毕竟是他比较当教练，一样都是教练，他早投无路，可以拿过来，不然说有点身材这边还蛮吃香的，真干你娘，啊，到此为止，不过就这样而已，不过就这样而已。晚上要买点泡面回民宿干嘛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买点饮料。干！爱在夜深时，到大声时，到大。